手没有进去，他有进来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这是什么用意？你拿下来。我想说要拍啊。你不要，你不要这样拍，崩溃。Hol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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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 Vivi 的。我今天呢，就跟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一起去逛街，然后我们看买一袋东西，进来开开箱看看，我们买了什么。首先呢，我们买了这个娇兰的一整盒，然后我平常都会去百货公司逛娇兰，但是刚好看到他们有在折扣，所以就手滑了一下，这好难猜哦。我可以暴力的踩他吗？哦，他还有送一个这个袋子，很美哦。然后他有一个娇兰的 logo， 摸起来很好摸。它里面有四组东西，这一个，它的双倒精华，还有两个小小的礼物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它的金露。算是他啊，平衡有，稍微他的平衡有。这两个小罐，这两罐都是15泵。这个是蜂王乳，它是化妆水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乳霜，漂亮吗？然后还有其他的，我买了一些小小的面膜，一个，还有这个牌子的有三种，因为不知道哪一种就比较好用，所以我就三种都各买一个，然后试试看，如果不错用的话，最后再推荐给大家。然后还有这个东西，哦，这个牌子我今天逛的时候第一次看到，然后就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它是有很多种那个玻璃的 ampoule， 然后它是一管一管用，就是保湿的，它可能就是一天用一瓶，一天用一个 ampoule， 然后就是顺效的补水。那我也之后用看看，之后再拍一下就是试用的感受给大家，如果不错的话也会推荐给大家。再来就看到这个 The Ordinary， 我就买了两个，因为它有一个是有烟碱酸再加 1% 的心理，我就觉得它可以抗皱还不错。另外一个是它是有熊果素，然后再加 HA， 它可以就是美白，我觉得我还蛮需要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两个来试一试，因为这个品牌我看过，可是都一直没有尝试过，所以就想说这次就入手看看，然后使用看看它的感受如何。那就爱上都这样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一定要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超好用的，而且台湾卖一罐这个就8000多。双岛精华，台湾这个就一罐卖8000多哎。姐，你的钱都出来。我的钱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那不是钱，哪里有钱？那照片哪里有钱？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然后还有这一罐，台湾是卖2000多吧，还是2000？这个平衡有15泵，它也是在那个套组里面，娇兰套组里面，长这样。它里面有很多球球，金色的球球，可爱吧？然后这个双岛精华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的，但是在台湾买不起，所以在欧洲就买起来用。哎，我的手没有进去，它有进来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这是什么用意？你拿下来。我想说要拍啊。你不要，你不要这样拍，崩溃。分享完毕，那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话也多多在下方留言跟我讲你们喜欢什么讯息。那就这样咯， Adios。